不好意思，这是高铁预定地啊。嗯。那这做好了以后，这些都拆掉。旁边只留一个，只留一个。昨天我讲，他只留一个，一个管。那个器具，这个什么？有点表演，哎，有点像剧场那个留下来。都很用功。因为云林也刚好没有剧场。哎，淑玲啊，听说你播那个播的什么？谢谢。我播什么？播那个种子。听说你播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没有，我本来不是啦，我播是我那一代哎，你的那边不是哎。没有，你那个你要用，没有那个不是我播的，你看吧，我就知道说他传达的。他说你帮我们。不是啦，我哪有办法？那个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要从这边。这跳不来，因为昨天发给你们的文宣，可能到最后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看。我现在用这张，没有够分，那可能大家就一起看一下。我用这张讲，可能大家更清楚哈。现在有用功有看。OK，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现在这个红色箭头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进去这个大棚架里面。那刚刚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外围还有一圈，就是环整个园区的道路。那现在我们从这里走进去以后，我们的售票亭就是在这边。售票亭它原则上是用稻草盖的，它其实整个氛围这大广场，我是觉得还蛮气魄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走进去，我们等一下第一个会遇到的是《食物历险记》这个场馆，它主要以诺亚方舟的形态来跟大家展现食物安全的这些展示这样子。那我们往前走。你没有婚纱，这是原住民吗？太雅族的，没有啦。对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农博物馆所有的小心啊，还有各位小心一下，所有的经费是多少啊？4.8亿。4.8亿。对。那留下来的永久建筑的部分是有多少？是多少？永久建筑的部分，原则上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哈，如果它没有很急迫性的话，不，我们其实所有的展馆都是临时性的建筑，像很多展览会一样。那但是里面我们大概有几个比较经典的场域啊，大概是像那个微笑农场，或是后面那个剧场。户外剧场是会留下来的，那就像我讲，蔡慧林场它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再组起来这样子，那以后这里应该就会成为一个湿地的生态公园这样子。这座桥很漂亮，但是有一点危险，就是我们要穿过工地哦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入口的这一座桥，我们现在要过这一座桥。现在是这座桥，对，我们要过这桥在哪里？哦，就这个，看到没？所以这个就棚架，就是棚架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棚架就是这棚架，是有一点危险，大家小心哦。小心 ，OK。好，小地上，地上，你们麻烦各位小心你们的脚下面了哈。来，看着看着，头上面我觉得。我刚刚一直在拍照，要小心。规划10万。